活啊，就是自度度人，这就是咱学佛的目标啦。哦，尊师待尊孙，温在温心，度生疏河，地跌还额。各位，咱若是读到这段文，是不是心生欢喜呢？大尊师啊，能自度，同时也阁会当度人哦。那涅槃即证的彼岸，是遐尼正清净无染的世界，生死烦恼的处境。真是苦不堪嘛！除了癫狂慌乱啊，以外呢，也个身心都是病。人生自然的法则，敢唔就是呢？生老病死，有形的身躯就是安尼啦。这么这么自然啊，老啊，病啊，哎呀，苦不堪啊，甚至各有是心理的病啊，躁郁是这些忧郁自闭哦，这个心理状况啊，真正是苦不堪。不是一个人苦，一家人对伊苦，不只是一家人对伊苦啊！哈，将来啊，周围接触的人，都唔知道要安怎互相对待啊！这都是叫做人生啊，心理的病态呀、啊！哦，比这个心理的病态。搁较痛苦啊！是大觉者幸福的人，伊都是专门伫咧治疗众生的病啊，应机祷告。所以，四体法啦、啊，十二因缘法啦、啊，这拢总是，互咱找到咱的毛病啊。但是找到毛病了后，咱要安怎样去进行？安怎样身体力行啊？好好的身边上好的治疗方法，那就是六道万行啦，就是六道啦，用六种的方法啦做功课，成为准。啊，尊啊，不管大还是小，都是要有人去教书啊。咱家己就是上好教书尊的大尊师。那、啊、不只是家己呢，会当将这个烦恼、癫狂、慌乱的处境，一定呢，会当度过了。到彼岸去，不是一个而已，也可以度真多人，才一生无量啊，无量终一生。那六道的内底啊，万行啊，就是爱适应人群中啊，有种种的人。人群中啊，有种种的苦，人群因缘啊，苦难无碍。咱发心啊，要做一个大尊师，都爱适应因缘苦难人群的众生。咱爱面对着这个无碍，苦难无碍啊，就是无边际啦。
所以咱爱用八万的法门吼，六道万行嘛，所以有真多真多的方法，咱拢爱去适应。这取世间道，诸道道人的方法。所以佛陀来人间，这些大医王会当向众生啊来分析人生的苦难是安怎来，针对呢因应众生无边苦难安怎样去解治疗，这都是叫做大医王。分别了病相，晓了欲性，人人的性质拢了解了，众生啊，大小根基啊，用什么方法，对什么机，用什么药啊，这呢，已经是伫大医王掌控的内底，会当头控制的内底。会知影安怎样随便受用，令众咬服啊！唔是干那讲开药啊，可以心服口服啊，而且呢，可以真欢喜服用这个药。总讲一句，学佛行法啊，咱必定爱精进啊！佛法的每一句话啊，都会当适应所有众生的根基。也咱到底是要安怎来适应啊？那咱都爱真用心潜力。所以入灵群中多了解啊，过去会诸佛。就像这亲像日月灯明佛啊，伊用遐长的时间，一做道场啊，就六十小劫哦。这是表示这尊佛啊，来人间一长时间啊，时间真长。那伊面对着无量寿啊。一众生二十亿的众生啊，要来应机祷告。过去的佛是安尼，现在的佛也是安尼呐。所以日月灯明佛也六十小劫说是经义，伊呢用这长的时间六十小劫哦，不管是离岸佛法，或者是呢度世间的真实法啦，他都拢讲了，所以呢就伫
正面的文吼，那就是第一幻魔哦，就是清净梵天呐、啊，也各有呢。哦，过去也是来困扰佛法，魔就是破坏嘛，啊，扰人的道心嘛。现在呢，那已经呢反省改过啊，那成为呢护法者。所以如果定明佛迄、那个道场的面顶有阿弥耶，好除了梵天呐、啊，或者是魔啊、沙门呐、啊、婆罗门呐、啊，参加天人呐、啊、阿修罗，但在这么这大群的人群中呐、啊，他就开始来宣说吼。讲啊，我伫这今日中夜吼，那就是要起立涅槃咯吼。那这都是甲大家人讲啊，人生啊，哪怕是幸福啊，同款呢，就是伫这大自然的法则的内底啦。所以呢，即将要起立涅槃。啊、所以啊，根基因缘成熟了吼，那所度的缘呐、啊，也已经到位啦。该做的呢，拢做啊啦；有缘的呢，嘛拢度啊啦。那所度的呢，根基也差不多成熟啦。那这个应化心啊。也应该呢，在这个人间世面啦，如果定明佛呢，也化缘一尘呐，这个在人群中，伊都爱甲大家人通过啊。我阁无偌久哦，我无偌久呢，都爱立涅槃呐。其实涅槃呢。是叫做直光吼，或者是直精，或者是叫做灭道。那灭掉了生死不留，这叫做涅槃。咱凡夫呢，也阁是伫生死不留中啊，不得自己啊，伫这种的爱火千秋浓。在这种生死的不留啊，咱拢在迄个所在，伫咧默默受哦，吼。那咱要知影生死的因果啊，都是不断，甲人伫咧结因啊、做果啊，这种的因缘果报啊，由不得自心呢，那一定呢。就伫这个生死中，甲这对的爸母有缘，啊，甲迄个人有缘，那夫妻啊，或者是呢子女啊，或者是哇，坎坎坷坷的缘呢，真多啊。所以呢，咱嘛知影，这四体十二因缘呐，搁再加上了用六道六种的气库呢，安尼。来做这只船，要渡过了四体，也要冲过了十二因缘哦，吼，那一种生死的波流啦，咱有法度安尼安然渡过，这呢叫做涅槃，这叫做灭道啦。所以拄只，咱无量义经啊。就是讲，尊师待尊师，恩在君心，道彼岸呐，会当到涅槃岸吼，迄就是彼岸吼，道心舒服啊，地涅槃岸，这咱一直反复直直讲，因为这是佛陀的离岸法华。如果定明佛嘛是安尼甲咱讲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灭道啦，就是叫做涅槃啊，涅槃呢，就是叫做灭
道啊，灭什么邪呢？灭掉了这个生死不留，诶，这个火啊，咱用尊呐，用六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咱这当中是要做这只船的功课。那这只船的功课内底呢，啊，有一个方向盘，咱就是要让大家人知影咱的方向在倒位。这个生死不留呢，是安怎造成？咱已经拢知影，知影这个生死不留呢，是来自以咱苦。积了真多烦恼，所以咱都爱灭灭啲烦恼啊，咱才有法度跳脱出来。如果定命佛呢，已经到达到安尼的程度，甲大家人讲，好，我今仔日中夜呢开始啊，就要入涅槃了吼。那这就是佛啊。来人间的言吼，那差不多了，他都爱说大法吼，那就开始呢，大法讲完啦，听言吼就说啊，我这的话拢讲好啊，啊，我安心啦，我会当离开啊，所以啊，再来呢，佛法经内底安尼讲吼，是有菩萨明觉。德种，那即我定明佛，即受其记，故住比丘，是德种菩萨初动作佛，护法净心，多多阿耨多阿罗阿三藐三佛陀。各自比丘，那就是甲在比丘啊讲啊，那大家人爱知影，在我的弟子群中啊，这位德藏菩萨啊，伊已经呢是福慧具足啦，众生的缘也具足啦，接落来呢，将来伊的生活那。生活要来度众生啊，伊条件有够啦。那因为这位德藏菩萨在人群中呢，就是已经弃除遮多遮多的烦恼，伊的发心本性已经开始启开啦，已经呢发光发亮啦吼。所以，护法净心。是清净的发心，再来呢，多多阿耨多，那就是得罪如来，那就是如如不动啊，起来自如了吼，那就是清净妙性啊，如来吼，那阿罗阿就是阿罗汉，而且是。大阿罗汉，那就是应供啦吼，三藐三佛陀，那就是净遍地吼，咱生活十好，大家人拢知啦吧？那如来应供净遍地明行足，善世世间界无上殊。雕泥重复天人书佛世尊，这都是十好具足嘛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位德藏菩萨呢，已经呢开始慢慢走入了这个境界来吼。所以佛受记，那佛受记已便已中也入无疑了。环吼，那涅槃拄只都甲大家人大概讲过去，一位灭道，那就是寂灭不生无为，一
也嘛叫做安乐，也叫做解脱。无为就是离开了这个气世间，那这个气世间呢，都是有为有动作。那就脱离了这种的气世间啦，就是无为，应该就是宇宙万物啦，拢已经呢。无挂碍啦，所以无为就是无挂碍吼，无所作为，唔是咱的凡夫无所作为，是已经呢身心跳脱啦，不受这个咱的世间啦、气世间一切一种啊，叫做无为，这呢叫做涅槃。涅槃有真多的意思吼，那。普通呢，也翻译做完整，也叫做灭生死因果吼。那度生死薄流，都只讲过去啊，这就是安乐的极光土。任何一寸佛都是慈悲呢，回入娑婆啦，回入芸芸众生中吼。其实呢，一起来自如啊，伊呢。永远都是伫这安乐的极光土吼，只是呢为众生啊，在现一个机吼，机缘成熟啦，伊都爱宣告讲，我已经爱灭痴灭道啦。那么过落来呢，有人通好娶，有人呢通好来传达这正法吼。各位菩萨，真正咱学佛啊，必定爱好好用心，那用地呢，安怎样来度过这个生死薄流啊？咱爱会记哩，四体十二缘，安怎样呢？那来创造这个六道吼，才会当安然度过生死河啊，心理。的毛病啊，或者是呢世间啊真多的毛病，咱要安怎样来给治疗？那这也都是咱爱时时用心啊，那个灵方妙药，所以爱好好用心嘛、啊。